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呢化简呢这三个式子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式子哈，我们用那个地名或定理，哦，三乘四就是12嘛，那再乘以多少呢？哦，地名或定理，哦，这是 cosine sin 嘛，cosine sin 嘛，就是 cosine 哈，这两个角度相加，哦，就23加上呢37。十积多少？60啊，60度加上 i sin 呢，60度了。所以这个等于12乘以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根号3来，这等于6加多少呢？6根号3来啊。哦，六加六根号3呢？这个是一个第一小题，哦，有时候的话，你为了记忆方便哈，这可以用这个符号代表，一的 i 23度，那这用多少呢？这是一的 i 37度，那乘起来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最后就等于3的得六，全部乘起来，12，它乘一的多少？因为这指数嘛，i。然后呢，23度加上37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是12一的 i 60度，然后再把它展开，展开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的话哈，这上面可以写成多少呢？一的 i 98度嘛，然后这符号可以拿进去，变成。sin 负22度啊，这个等于 cos 负22度嘛，所以这是一的 i 负22度，那这样就等于多少呢？一的话 i 98度，因为除嘛，指数相除的话，跑上去的话，这就变号，加上呢22度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98加22度，10。120啊，所以是一的多少呢？120度 i 哈，所以是 cosine 呢120度，加上 i sin 哈，120度。啊 cosine 呢，120度在第二象限嘛，cosine 是负的，所以是负的话，cosine 60度，二分之一啊。啊，第二象限 sin 是正的嘛。加二分之根号3 i，好，然后这个哈，这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的话哈，我要把它化成什么？这个是4倍的哈，一的多少呢？160啊，160度 i 嘛，那这个呢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加，这一个60度，一个40度哦，这写错了，这是40度了，哦，这两个要角度要一样的话，才有办法用地名或定理，哦，这是40度，然后呢，这个哈，这个是 sin 啊，这个不是 cosine，这不是 sin，那我把它画成 cosine sin 嘛，这可以用多少？cosine 哈，90度减40度了，那这可以用什么呢？sin 哈，90度减40度，那这两个都是50度嘛，这是 cosine 呢50度嘛，啊再加 i sin 呢50度，所以这可以写多少呢？除以一的多少？这2倍。一的 i 哈，50度了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四除以二的话是二嘛，哦，这 i，一的多少呢？这两百减掉50啊，变成150，所以是 i 150度嘛，那就等于2倍多少呢？cosine 哈150度。
加上 I sin 呢150度，这在第二象限是负的，所以是负的 cos 30度，或者两倍的 cos 30度是4，二分之负根号3。啊 ，sin 呢150度在第二象限，所以是正的，这等于 sin 30度，就二分之一 i 啊。哦，所以这是负根号3加 i 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第三小题哈，是这个多少呢？负根号3加 i。啊，第二小题是负二分之一加二分之根号3i，那就是6加6根号3i。